开局选了个平民，没想到遇到碰瓷，没有一万八千，休想我站起来。还遇到是非不分的主，大人，重罚，我要重来。不错，这次是县令。所犯何事？报，此人在街上强抢民女。哟，妞儿，放开我，轻一点，臭流氓！哎呦呦呦呦！大人，此人在墙上作诗，损害公物。大人，此女子偷窃金银珠宝。官人，饶了小女子吧。这女娃真水灵。为什么？